姐姐的选鞋子时间，你们挑到想要的颜色了吗？这个。好，姐姐选了这一双，哇，大联盟的，蛮好看的。嗯，而且它是一个气垫的。然后它刚好还有两双，我想要看一下哪双。这颜色很适合女孩子，阳刚气。我想要玩鸟蛙，想要玩鸟蛙，好好玩。哦，你选的是《冰雪奇缘》的亮皮的，还蛮轻的。上面有艾莎跟安娜的颜色。哦，你们半夜也可以有，所以他刚才已经试穿过了啊。哦，试穿看看，如果合身合脚的话，我们就可以直接买回去了。你要去哪里？你要走走看。不是好不好玩，你要走走看脚合不合。不能有那个脚滑来滑去的那种感觉哦。包装好了，我们是在大润发的卖场。选鞋子有没有选到喜欢的？